国民姐夫阿基拉与林志玲结婚后一举一动备受台湾粉丝关注。身为新手爸爸的他，日前就首度现身分享心得。他坦言两人在求子路上曾遇到难题，不过老婆却从不轻言放弃，总是怀抱着希望和坚定信念。因此在看到老婆辛苦求子的面貌后，他也心有感触的大赞，守护家庭和生命的女性们真的很坚强。阿基拉接着直言，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感谢志玲，并透露过去对方几乎365天都在工作，但结婚以后却改变了，变得会以家人为中心，因此非常感谢，也非常尊敬对方，愿意把时间都奉献给家庭。阿基拉也很体恤林志玲的辛苦，他表示老婆很喜欢喝鸡汤，因此这段时间经常下厨煮鸡汤给对方补补身体。在被问到儿子的长相时，他也幸福的透露，儿子长得像两人，而外界过于关心孩子的近况，也让他露出震惊态度，表示保护孩子的未来与隐私是父母的责任，因此盼外界能给小孩多一点空间。